国呀，这边这边人太挤了，认识的还是那些。康主任是其他的也在境外的，他们在那儿还没过来嘛，因为这边开始比较早，应该那边也在跳，景观大厦那边也在跳，在后面100米不高，忘了应该在那个位置下，那个老师也跳得好，他那边人比较少一点点，但人差不多，跳舞的人比较多，但是这边围观的没有，全是跳舞，这边是围观的很多。景观大厦那边围观的几乎没有，全是围成一圈儿在这跳舞。罗马这边跳舞的人嘛，那边差不多，但是这边人，这个路口人比较热吧，因为丁字路口嘛。我不知道这个现在今天那个 APP 好不好啊？我试一下，因为今天我看它又更新了。更新了的话，我就现在就用这个软件嘛，因为你聊天的话屏幕上看得到。还有就是有多少人在线，你应该也看得到。那个我觉得挺有意思，会有的好处。还有就是这个软件延迟比较低，延迟比较低。那个之前那个显示时间那个右上角有时间那个APP 那个延迟应该在几十秒到1分钟左右。那个我觉得还比较稳定吧，它延迟比较长的话然后就比较稳定，这个延迟比较低的话有可能就网络不好的话就不好。现在8点钟到没有，8点过10分，马上到了100米。今天车子限行，没有开车，打了个车过来，本来想骑车的，我喊了几个车都有点堵，距离我应该就1.5公里、1.6公里那种，换了好多辆，基本上都是有点慢。主要带了狗狗嘛，然后我想他坐在前面，后面我带了个稳定器，没带三脚架，不好拿，然后骑车不安全，打个车干什么？好一点，快一点点。那今晚上小的那个就在商场里面跳舞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跳，他们说我最好不跳，而且有人偷拍，人很帅，啊，一些保安那个保安乱搞的。别这样，我有是那一辈儿，那这个灯还没开呢。我听到音乐，以为是这边在唱的。啊，震动了，这边开始，那边都跳起来，那两个地方都跳起来了。江西街那边好像没有。啊，看一下，音响没拿来，我车都没开过来啊。他们车没过来，我刚才都给现在车都没。音响已经拉过来了，昨天晚上没有拉，应该是放到那个铺子上面。这还没拉过来哦。这个暂时不摄像算了，这个先摄像了吧。我看应该，不会我没带卡吧？15号嘛，对的，只是年月日不一样，有的地方是
Thank you.
昨天他跳起来是这个是不是跳到四天的时候对啊，就穿便装嘛。
是标起的是没想过的，因为之前那个软件有问题嘛，就击退了，这个时候直接有标起没想，应该想到今天是15号吧，都忘了，16号啊，快了。
的是吧？高人太多了，有可能是那个有些人不认识。谢谢啊，他就问了。你好呀，你好，感谢哥哥。
要问到什么，我们就问，我请到就说，问好。他问了我，结果说了我没听清，每天都来吗？对啊，每天都来。给他们上传，鼓舞他们，给他们。
好，你可以说也也有这样一个。想知道，等会儿，不好意思，我好像遮住了。问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卓玛，可以叫我卓玛。但是都是叫卓玛，好多卓玛。今天我加了好多卓玛。我叫泽郎卓玛。泽郎卓玛，好好，现在你是在这边，经常在这边卓玛？没有没有，就是来玩的。哦，然后，谢谢谢谢。这下，嗯，我们这边好可爱呀。国外的网友都是，都是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叫泽郎。他是来玩的，应该是来玩的。浪子吗？你记住了，怎么走吗？啊，卓玛太多了，对，他们好像加了我，哎呦，都没出过来哈。卓玛了。
人傻逼了。这个不是，全部就不是这么的。像
江南朋友好久没来了，他家和他男朋友不是开了一个龙猫，男朋友1.83米嘛，1.89米。9点半也没到呀，都是嘛，好烦哦，9点半嘛，9点半了。
菜那个菜九点半有那个吗？哎，没有，九点半。九点半的话只有七分钟。哦，还有七分钟。这样跳起来好奇怪哦，为什么奇怪？没有声音，就看一个人。我听得到就行了。低着头就可以了，都没有什么声音。哦，舒服的吧？差了点吧？哎呀，你这个有点洋的。这是人家说话，人家淄博嘛。有没有中高考？习主席在这是加强体育锻炼，他们好快。你将军能不能听？你们又唱这个啊？你编的你自己疯了吧？下一首再。下一首的话，我们先去看我的。耶耶耶耶！好拥挤了，往中间走。嗯，你这一类一动，当中人太多了，是吧？完了，都结束了。妈，你都忘记老师的组织秩序了。我们怕。那开歌了。嗨。我上班。跑哪个地方去了？到了，有可能走了。我不求那个地方，要挨到你，要挨到人家，没资格那个。不要为难你，分也没准，分也没准，肯定没准。算，调解。没有排练，没排练，现在没到下班了，还不是下班。九点半没到。他们都在看你。好假！他们直接就说。Hello， 他给你打招呼。三个网红，三个瘦子，网红。三个瘦子，不瘦。瘦子网红。我以为你刚刚站在那，我以为你出去。
哎，我们在拍呢，是不是？他叫啥子？啊？丽丽，是汉中的走出来的。干嘛呀？金猪，对，好嘞，金猪。你看嘛，围了一堆，在那个地方，把人都拖开身了。现在进入到就是酒店的环境，酒店办了，现在是酒店办事情，基本上应该会在旁边商场那边确认。看我今天。今天拍短视频拍的少，拍了两分钟，已经发不过来了。我是做长视频算了。今天我传了视频20多分钟，但是搞忘了，没有检查，传上去，外面是禁止的，然后上面就没有做到。小了，可以，但是还是不行啊！你看了手指没？你还看了了？几张？几张？嘿！石头，石头宝宝，这是嘛？我们的嘛？天哪，这是搞么子？这是我们的，我们都走了。我猜的是这个。我一下。好了，你放。我手机给我。哎，我们。掉了。那是真的？真的好了吗？这是成都啊！晚上好，现在都已经搬了，我回家了。10点多了，马上。不知道现在去哪里？我们要拍脸，不知道哪个地方拍脸。应该。不是，你还要去排练，在这排练，你晓得吗？三家一号，我们要去那边排练，是张家一号。张家一号排练吗？那下面，好，我去，去嘛。那你就一起嘛。不是在里面吗？哦，里面有人。那边前面，罗尔在那边。上这儿不好说，他们不瞧的。那时候在这里啊，开训他们一群，跑到西面上去了。啊，去溜圈儿。溜圈儿里面，啥子邓猪啊、董猪啊，他们全白马，他们全部都过去了。
等会儿你甩一口去。每天都有啊。每天都有真的不错啊，好吃。糖醋俺们当然要在里面叫小炒。哦，但是这个时候不调了吗？他们说说了。但是后头又说要调，后头我在邓猪的那个直播里头，邓猪说的他们要过来调。我说我在这边等他们。他们去张家一号排的。还有机会上去。张家一号就在那个的嘛，那个就是罗马那儿。邓猪在不是还有一个张家一号的，还有那个北美国的，都在那底下。都是卖服装、卖珠宝的。我有珠宝的。那个相机关了算了。张姐，你要去看吗？干嘛？干嘛？又为了市场的孩子，又为了推广呀，他想骗人家。你走他们给他皮都要来，都要来。张姐一号，张姐一号哪里跳？就那个单子那儿吧，那里面嘛。嗯，好的。张姐一号里面，里面那个那个下沉式广场那个位置，那个灯光也可以。然后那边以前就是台阶比较多，大家竣工的那个。走吧，走。你拍一段就可以了吧？这边就没什么拍的。